脚还稍微小一点，如果料再大一点就好看。没办法，我们买这个吃完这种菜，这样太贵了。菜无所谓的，你一年吃下来很厉害。这种菜都是一万多，贵一万多，贵好一点。我们是好的垃圾。这个买料全部给别人，花两万多，两万多收。我现在可以，这个再卖一点。多少呢？老子该吃人，老子该吃人了，我不，咱们就回家又吃人了，兄弟们，该吃不磨哈，老子该从北京回来这一种天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忙去了。好。